艺术人生暑期特别奉献，铭记传承。我的家，那些旋律背后的感人故事。一五年军曲是我们那个民族的魂。那段岁月铭记的动人情景。各小组注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循着父辈的轨迹追寻历史。八路军纪念曲，完全就是历史。唱响经典的旋律，铭记时光。用时代的歌声集结最勇敢的力量，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中国人民是打不垮压不烂的。危难之际全民抗战，我们怎么可能忘记这样？我们绝不当亡国奴。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间，我们铭记着整个民族伟大的抗争史。在这记忆当中，包括音乐、文学、电影、戏剧在内的许许多多优秀的抗战的文艺作品，也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些特殊的嘉宾，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的记忆，唱响那经典的旋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首歌曲背后的记忆。这首歌呢也耳熟能详，它真是陪伴了我们好几代人，现在呢也还在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北京军，哪怕杀好多有志。人民英雄英烈，抗日战士英雄。在抗日战场上，就有我们的抗日敌人。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北京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好兄弟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祖国敌人是真军。没有枪没有炮，你给我们走。我们生在这里，每一个土地都是我们自己。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的就是游击队歌的作者贺鲁汀的女儿贺媛媛，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你好，您请坐。作为贺鲁汀先生的女儿啊，我相信您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我们听到的感受还不一样。您说说您的感受好吗？我非常激动，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非常又但是又是很。节奏很强，那个鼓舞人民去当时抗战的一种胜利的信息的那个一首歌，激发我们斗志的一首歌啊。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您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我最早可能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听到，无意当中听到，因为我爸那时候工作很忙嘛，一切都是在忙学院的事情。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听一遍我就可以把那个旋律就全记下来了，记下来了，觉得非常好听，而且像进行曲那种节奏，
在您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扑在工作上，为祖国的那个音乐事业，操心着。他有一句，我始终记得一句话，就是说，音乐是来自于人民。音乐来自人民。来自于人民。啊。所以始终要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民他们那个民歌啊，就是我们从小，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就在音乐学嘛，音乐学附中，我们都是学各种各样的民歌，戏曲，还有包括民族乐器。虽然我是学小提琴的，但是我要也学过琵琶，也学过那个京剧锣鼓，也学过乐琴，也学过笛子。这应该说这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对，就是来自音乐，来自于人民，他叫我不要忘记，来自于人民，同时要服务于人民。对，但是对国外那些西洋乐器也要学会，扬为中用嘛。对对，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游击队歌啊，有没有听父亲给你们讲过这首歌他当时创作的背景，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他创作呢，他是在根据演剧一队，在那个1937年8月27号，跟着那个抗日演剧一队到各地去演出，最后到11月底到了山西临汾。到了临汾以后呢，他们就是驻的总司令，还有那个他们还有别的司令，就给他们看了很多材料，介绍了国内外的抗日的那个一个形式。所以他脑这个游击队歌的这个节奏啊，或者形态，他一直在脑海里面，在那里想的那个。到了最后呢，后来参观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炮兵团，炮兵团里面的那个大炮啊，都是从日本那里是缴获过来的。我们成立了我们炮兵团，他感触非常深，所以里面那个那个游击队歌里面就有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这对吧，我们来自己造然后这个歌，所以到最后有一天晚上，他在那个老乡的家里，那他在一个土炕上油灯，然后一晚上先有这个旋律，就小军鼓的旋律，这个节奏，然后就旋律写出来，最后把词填上。哦，是先有曲后填的词。对，却填了词，然后最后一个晚上就写成了这个曲。前几年我到山西临汾，就是到那个刘庄去看过了，当那个看过他创作那个房间，当时房子还在的。哦，当时那个创作的那个房子还在。房子还在那，那么当时那个欧阳三中叔叔是跟他住在一道。哦，欧阳先生跟他住在一块儿。对，住在一块儿，他也回忆了这个历史。回忆这个历史呢，他说他有事，那天他有事出去了，就第二天早上一回来，看见我爸呢就斜睡在那个炕上，因为那个烟道有暖和，我爸怕冷。睡在那个烟道上，烟道那个走向那个上，是吧？那么他说，一看他回来，他马上很兴奋地跳起来说：“我游击队歌写成了。”然后就这么，然后演出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乐器，那么欧阳三生叔叔呢，他会吹口哨，就是吹口哨，所以正是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欧阳三生叔叔呢，他就用口哨来伴奏。来演唱的演唱这个歌，我爸亲自指挥那个演剧一队来唱这个歌。但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客人哈，他来到这里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珍贵的两件文物，我们一起通过这个文物也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保管部的主任耀秋霞女士，有请。我手里拿的呢，就是我们馆藏的非常珍贵的两本，应该说是当时抗战期间的出版物。其中呢，一个呢叫《抗战歌曲》，另外一个呢，它的名字就叫《歌》。这两本出版物呢，应该是在抗战期间，
由当时的军政委员会的抗宣二队印制的。1938年呢，当时应抗战的需要呢，当时的国民政府呢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当时在北伐期间非常有名的政治部，就沿用了这个称号。当时邀请了周恩来呢做政治部的副主任，在政治部下属呢有一个第三厅，是郭沫若当厅长，他们当时呢就是统管了负责抗战宣传这个动员工作。周恩来呢就号召第三厅呢，当时呢改编了和组建了当时的抗敌演剧队，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孩子剧团。我手里这份呢就是当时的抗敌宣传队的第二队出版物。1938年9月份成立，8月份成立以后呢，9月份呢，抗敌宣传队呢就从武汉到了长沙和南昌，在700多天的日夜当中呢，就是在第三战区呢，就是负责抗敌宣传和动员工作。这个呢，就当时他们印制的歌本，是赠给了当时的国统区的人。这样的话呢，也可以看出呢，您说到的游击队歌呢，不但在敌后可能广泛流传，在国统区呢也在流传。其中呢两本都记载了游击队歌。来，我们看一下哈，军委会政治部抗宣二队啊印赠，这个是抗战歌曲。好，大家看到游击队歌在这儿，就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到当年我们抗战居民的那种激愤啊，那种全民抗战的决心，是吧？危难之际全民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没错，用我们真的是用我们几千万同胞的性命，全民族的这个热血，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做出了我们杰出的贡献。应该说70年了，应该大家更记住而且宣传这一段中华民族的伟大战争。这两件东西的捐赠者是当时抗敌宣传二队的队长和副队长，队长叫何惧，副队长叫谢乃，他两个人始终就保存着抗宣二队的所有的东西。两位老人去世以后呢，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批这样的东西。他们在09年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就去我们那儿，很就是当时很激动的说，我有抗宣二队的一批文献，你们需要不需要收藏。当时听到以后呢，我说句实话，我自己很激动。我看到了目录以后，第二天我就驱车就去他家了，看到这些东西，给他办了相关的我们的捐赠手续以后呢，等我走的时候，老人就说我送你下楼。我说您留步。他说我不是送你，实际上是送老人的这批遗物，送抗战期间的这一批见证。说实话，我当时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呢，经常遇到这样的捐赠者，他们把父辈的珍藏了多年的父辈的抗战期间一些见证呢捐赠给我们。是这样，我呢在此也呼吁一下，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将珍藏的东西呢捐给博物馆，让它呢发挥它更好的作用。这应该是我们一个民族的记忆，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对，在博物馆当中呢，它能够展出，能够面对的是观众，大多数的观众。没错，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在当时的文献资料能发挥到现在的作用，让他们教育我们现在的人能够不忘这段历史。好的，谢谢，谢谢姚主任，非常感谢。我有两件事儿，就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我父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没多久我就到那个当时成都去演出。那么演出的时候，就是朋友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就隔壁一桌呢，那个人呢，就知道我是贺鲁定的女儿，就他非常跑过来，就是
非常热情敬酒啊，干嘛？哎，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我就赶快回敬他们。结果我一回敬他到他们那里啊，他们全桌十几个人全都唱有句的歌，我当时眼泪就哗哗哗的流下来了。就是，尽管我父亲还去世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句对歌，很多歌已经印在他们心里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前几年将军后代这个合唱团到上海去演出，那么要我互动，那么我想互动演出什么呢？我就带我另外三个学生，就三个人一起就上台演出有句的歌。当我们这个音乐刚刚响起来的时候，台下哗全部鼓掌，一起跟着唱，我简直当时也是忍不住眼泪流下来。结果后来我们一起这聚餐的时候也是一起，我罗拉琴他们也很唱起来，我觉得非常，我今天觉得心里非常暖，就是一种很激动说不出来的话。尽管他是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事业，他的很多，他的这个流传的还是流传的现在。人民不会忘记他，因为他用他的许许多多的音乐作品，包括这首游击队歌，代表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心声，代表了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可能忘记这样一个人？应该说他用歌寄托了我们的一些情思在里头啊。我知道您是小提琴演奏家，今天来到现场，能不能在现场用您的武器小提琴来为我们现场演奏一段，好不好？好，再相信吧。唱响经典的旋律，铭记时光。用时代的歌声集结最勇敢的力量。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中国人民是打不垮、压不烂。危难之际，全民抗战，我们怎么可能忘记这样一个人？我们绝不当亡国奴。敬请关注。为大家请出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郑绿城的女儿，她叫郑小提。来，我们掌声有请。你好，大姐。你好，你好。
我觉得您这个名字特别好。您坐，郑小提。听这个名字好像应该有段故事哈，有故事吗？有故事。那给我们讲讲郑小提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好，我是1943年出生的。您是哪一年？1943年。啊，我在延安出生的。您今年已经72岁了。对，70后。不是姐姐呀、啊，我看您也就比我大不了几岁啊。咱先岔开一下这话题，您太年轻了。1943年的时候，我的父亲，郑宇生，他去了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区工作，前线，那个就是在后方呢，就我妈妈在。我妈妈在那个在延安的时候呢，她那年4月份的时候正是春寒料峭，那积雪，然后她有一次就在山上，积雪的山上呢滑了一跤，就滑倒以后摔了一跤，结果呢我就是还不足月就早产，生下来的时候不足月，很小，按我妈妈说法的话可能像个小鸡儿似的，再加上呢，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差，很差。哎，这个物质条件是非常差的。他生下我以后呢，没有奶水，就一直就没有奶水，也不像现在似的可以有什么这个奶粉呐、啊，有什么那个吃的、啊、什么都没有，很艰苦。所以我那个生下来以后呢，可能就是营养就先天不足吧，后天也失调。那么生下来就是没有奶水吧，饿的反正也大概经常哭吧。这样我妈妈最后没办法，就把我父亲千辛万苦千里迢迢从国统区后来那个去延安的时候，奔赴延安的时候背着去的那把小提琴，他给卖了以后呢，换了一只奶羊，带着小羊羔的那个奶羊，然后天天呢就挤那个挤羊奶啊，然后我就是呢是喝着那羊奶长大的。为了这把纪念我父亲的这把小提琴，所以就给我起名小提。哦，谢谢。实际上，当年父亲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给卖掉了。对，因为他从国统区到延安去，能够带的东西真也不多，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哈，可以想象多么艰难，背着小提琴去了，因为您的出生把小提琴卖了。对，养活了您。对，我觉得那个特殊的年代，真的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命运，现在讲起来都是故事啊。对，那我还特别想知道，您有没有听过父亲给您讲起现在我们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个作品的创作背后的故事？要是说起这段经历的话呢，我觉得先从他的那个出生吧，因为他的经历比较特殊。从他的出生来呢说起，那大家也知道，就我父亲呢，他是出生在现在韩国的光州市，在1910年的时候，日本呢就侵占了朝鲜，吞并了朝鲜，这样朝鲜就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亲是1914年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朝鲜已经沦亡。那么他的父亲就我的爷爷不愿意做亡国奴，他是一个爱国者。那么他的几个兄弟，就是他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三哥呢是那个朝鲜共产党，就也是进行抗日活动。后来他们在朝鲜的爱国者们在中国的南京，他们创办了那个一个学校，就朝鲜军政革命干部学校，那么正好需要招收学员，这个时候他那个三哥就到了朝鲜，回到家乡以后，就把我父亲就带出来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呢19岁，他一方面他到中国来，他是为了抗战，是为了解放他自己的祖国民族独立。同时呢，他有音乐天分。非常有音乐天分，所以就把他那个他当时的那个组织吧，就给他送他到上海的上海音专，就学习声乐。
所以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的时候，那么他可以两条路走。那一个呢，那就是当时克利诺瓦就说服他说，你去学声乐，我推荐你去意大利去深造去，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歌唱家。那么从这边来讲呢，他自己的想法呢，他说我到中国来，我是为了抗战来的，对，抗战，我是为了祖国的解放、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所以呢，他也表述了他想去延安，所以他的姐夫还有那些朋友们就很支持他，非常支持他，所以他还是走了，就是要抗战，我要就是那个你争取解放这样的。我明白了，就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认真的这个选择，最终选择了走上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之路，应该说加入到这个洪流当中，对，选择抗战，对，所以他后边的很多音乐作品真的都表达着那样一种浓浓的情怀，对，其中包括一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延安颂》，延安颂呢是他在1937年10月份到1938年春就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创作出来，就到了延安还不到半年时间，对对对，就创作出来了，对，可见那时候的延安对他是特别的有吸引，特别的能够这个感召他，是，所以才有那么美的旋律出来，是这样的，当时延安的城是一个歌咏的城，到处都拉歌，有时候就走路也会列队走路也唱歌，唱歌，开会之前也拉歌，吃饭以前也唱歌，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这个延安城不大吧，但是上千人上万人一唱，地动山摇，所以这种环境下，他是就非常想歌颂，所以他我不说嘛，他日夜琢磨，他就想写这么一首歌啊，所以在有1938年的春天吧，有一天，他在那个延安的山坡上，站在山坡上就放眼望去吧，就整个延安城放着放去，当时可能这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满天红霞，然后沿河畔上呢，就是他的战友们，有的呢上课，或者有的呢在散步，有的呢就操练，反正就那种。咱们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美的画啊，美的画面，对，这么一个画面。写完了以后呢，是在中央礼堂演出，首演是我父亲跟当时音乐系鲁艺音乐系的女高音唐咏梅，他们所唱的，所以唱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广播呀、电视什么都没有，就是教唱，然后就这么就迅速就传遍了啊，延安，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作品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创作完成的？那这首呢，它是在1938-39年的时候发的音乐啊。那么他创作这首作品呢，我觉得也是跟当时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他在抗大
那个叫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就是每经常就下部队去教歌那样子。然后跟他经常在一起的呢，刚当时抗战宣传部政治部宣传科的公募同志，是搞实施政策教育的干事，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就跟亲兄弟一样，可能玩得特别好。按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玩得特别好。对，那么那个当时就前方传来的很多的信息他们都知道，所以像这些消息传来都激励他们，都是一种激愤。对对对，他是要以这个音乐为做武器吧，要抗战，要为抗战呐喊，所以才有了向前向前向前，对，是吧？对，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有了这样的铿锵有力。他这个呢，当时是他因为跟公墓住在一起嘛，经常去找，然后他就也是命题，他说我们写个大合唱，然后当时公墓说什么叫大合唱，咱们把几首歌组织起来，就要表现，对，表现出八路军的这种气势，所以当时他命题提名就是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他是想表达的一种气势，我觉得这首军歌他表达的是一个中国人民还有这中华民族吧的一种气势，这种气势就在他歌里体现的好，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对吧？中国人民是打不垮压不烂的，就这种气势，我觉得他通过这首歌他表达要把他反动派消灭干净。对、对啊、好的，在这儿呢要再次的谢谢，我应该叫您大姐吧，啊，好，大姐，对，郑小提大姐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姐，谢谢，啊。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上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词作者穆红老师的女儿赵珊珊和曲作者卢素老师的女儿卢乔，有请二位。给大家鞠躬。两位大姐好。您好。两位大姐好。老师好。来，请坐，请坐。
从二位大姐上台的这个姿势就能看出来，关系非同一般。当然，人家是世交嘛，是吧？我们啊，牵着手就上来了。我们是闺蜜。闺蜜哈。现在的话说，我们是闺蜜。就是闺蜜。为什么？啊。我们俩都是四五年在延安出生的，我比她大五个月。啊。而且我们又是一块进的北京，1949年还没建国呢，啊、对吧？我们进的北京。完了，我们又是一起在育才学校上的小学，我们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们还是同学。嗯，所以现在我们等于，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在延安，哎，一直就在一起，我们现在70岁了，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对，而且我们的父母又是一块儿参加革命，到晋察冀，一直到了北京，一直到，所以我们绝对要这样上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一上来这个歌，这个歌的精神在你们俩这儿就先体现了哈。你还少说了一点呢，你们的父亲还是同乡。对，对我们都是徐州人，他们对对，还是同乡。对，你们在一块儿会最多的时候，就是你们在一起聊的更多的是什么呀？你们这对闺蜜？我们这对闺蜜有时候就经常聊聊父母啊，聊聊我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呀。啊，都在忙什么呀，是吧？那你们在一起聊起父母的时候，会说什么呀？你们会怎么聊自己的父母？小乔，你先聊吧。你先聊。有一段我整理家里的照片，完了整理，他就从网上，从那个邮箱里给我发过来一张，他和父母在延安的照片。就唯一的一个能跟父母一起照的照片没有了，发给我了以后，我整整用了一个星期在电脑前头，我也笨，我把这张照片给复合了，就是这张照片，就是这张，回过头看，对，就是这张照片，这就照的就是我，上头的那个楼啊什么已经全部撕掉了，什么都没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又照着原来那个延安鲁艺，这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前头。我愣拿那个这么大的圆点，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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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给画上去的。最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跟你的父母整整生活了一个礼拜，把这个皮肤啊什么都修整了一下，因为那个底片已经都没法看了那个照片，因为我特别感叹，他的父亲是徐州大商人的儿子，邵掌柜，少爷，那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咱们现在看的那个抗日神剧里头有的那个西装革履，什么都是那个背头啊，都是那样生活无忧无虑的这么一个青年。他是家里的三少爷。阔少哈。对，阔少，阔少。现在再看看他这个，哎呦，这是跟他刚才那个照片，你们看看这个阔少，粗布衣服，粗布裤子，拴着这个裤子的是个。就是个布袋子系上，就是说，我说为什么我特别想把这个修好呢？因为你的父母从那样优越的生活，抛弃了优越的生活，奔投到延安去过自愿过那么艰苦的这个日子，而且最后还有这个牺牲的可能，跟日本鬼子斗争就牺牲的可能。我说这个是我们当代的青年缺乏的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们的青年应该把这个继承下去。我再补充一下，这是我的父亲，他是个阔少，我的母亲是大小姐，他们家是在青岛四个姐妹，她是老三，她当时19岁她就到了这个辅仁大学去学历史，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她也是接受了这个当时一些革命的思想，都是瞒着家里到了这个晋察冀。你像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们离开家以后10几年没有跟家里通信，家里都以为他们死了，只有建国以后，后来他们回到家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们才知道，哦，原来你们都跑到晋察冀，跑到延安去了。这就是当年这些青年，不管你是出生什么，只要你接触了革命的思想，对吧，你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绝不当亡国奴，他们就一定要奔到延安，奔到晋察冀去，因为延安是我们的革命的圣地，是革命的灯塔，
我就补充这一些。我的父亲呢是个农民出身的儿子，现在就是说了，无论出身贫苦，无论出身这个优越，都是他刚才说的，为了不做亡国奴，投奔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你看他们当时刚才看的那个照片，精神面貌都很好，精神面貌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有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是这样。二位刚才介绍了这首歌的大的产生的年代，你们的父亲有没有给你们讲过细节？比如说这首歌是在哪儿写成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写成的？比如我先说。啊，您先说。我跟卢桥，我们都是在育才上学，我们小学就在那儿上学。我们那时候学校的这个歌咏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老师也教我们，我们那时候各个班级啊，这个合唱比赛啊，经常举行，我们都会唱这首歌。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我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有一次就是学校组织我们到这个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啊，现在对，那时候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哎，去参观，我就看到这个墙上啊有一块展板，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完了那上头就写的是穆弘词，卢素曲，哎，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奇怪，后来我就回家就问我的父亲，我说这个歌是你写的吗？后来我父亲说是啊。我说那这个歌写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困难呀？他说没有，我们就趴在老乡的，就晋察冀那时候老乡的那个平的那个房顶上，他们那时候好像河北那边的这个平山那边那个老乡的那个屋顶都是平的，说二十多分钟这个词就写出来了。当然那时候我很不理解，我不了解当时晋察冀是一个什么艰苦，哎，我就觉得哎呦奇怪，二十多分钟这个歌词就能写出来，哎，我这是从这第一次问到我父亲这个，我父亲他基本上没给我讲过，没主动给你讲过这些，后来我才找资料啊，所以说这个逐步的才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写出来，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在晋察冀这个解放区这个军民是怎么抗战的，怎么牺牲的，所以他们这个当时这个心里的已经就可以说是绝对就是出口成章了。而且这个小歌剧当时卢桥也知道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小歌剧就是为了减租减息，鼓舞这个农民跟地主做斗争，这个因为大家觉得不够有力量，最后没有结尾，最后就让卢素伯伯还有这个穆弘，就我父亲两个人，你们创作一首这个结尾的曲子吧。所以他们心里头实际上已经蕴藏了对敌人的恨，对老百姓的爱，对八路军的这个崇敬，所以在房顶上为什么啪啪啪就写出来了，趴房顶上就写成了，20多分钟，我爸爸多少分钟做的曲，对呀，也是很快呀，啪啪啪就出来了。我爸爸跟我妹妹说，他说报道说我写3-4天，他说这个歌曲我10几分钟就给写完了，对啊，词也是10几分钟就这么点时间，曲就出来了，而且一唱马上解放区就传遍了，马上就开始传遍了，对啊，晋察冀是传遍了，因为他们的情感是一样的嘛，以后就可不就光不光传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了，就传远了。当时这个结尾曲子一唱都是这个臂膀挽着臂膀这么唱的啊。那说了这么多了，我想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在一首歌声当中结束吧。此时此刻可能最能代表我们的还是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同意吗？同意。
冯毅，那我们现场咱们来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电通公司的稿纸上，《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一个民族的魂。抗战歌曲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部分。让多少爱国青年，对，然后就奔出那个心中的圣地，让很多人真的是拿起了枪。黄河船夫曲。黄河船夫曲。我就是喜欢咱们的那个人民那么勤劳勇敢。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第一道战和他们永存。确实就在他歌里体现得好，从未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啊，中国人民是打不垮压不烂的。当时这个结尾曲子一唱都是这个臂膀挽着臂膀这么唱的啊。那个时候真的就唱独唱，特别喜欢这首歌。您今天能跟我一块唱吗？我唱的不好。我唱的也不好。好，我们一块儿唱好吧。好，因为这也是一首诞生在抗战时期、诞生在延安的歌曲，其实也能够代表那一段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怀，对，是吧？来。you